学说，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电影，两个男的在一起接吻，可恶心了。我心想有多恶心，我去看一看。然后一看，我说没有啊，我觉得那个故事很感人，一点都不恶心。然后呢，我就知道，哎，世界上不光我一个人。我就开始去了解。我去酒吧之前，我是不敢面对的。我想到我出家，去当和尚。然后我真的去了。人家不说我，他说你在这再住一晚上。我说不，然后我就走了。我和他每天就是微信，啊，就像家在一起一样，就是聊天。他最多的好像就是每天做的饭，他把饭做好拍，昨天发给我，我把我吃的图片一拍发给他。因为屏幕是那个啥，屏幕就隔着一个玻璃，我觉得它是冰冷的，它是没有感情的，没有什么温度的，所以说一般就是在微信上的文字聊天很少，就是喜欢用那个视频，还有就是图片，他会拍，他养的那个小猫，然后还有拍他做的饭，面条，他做的面条都是我教他做的。所以说，每次回上海，我会给他做饭吃。我去买菜做饭，他负责洗碗。我觉得两个人。还是视频开开心聊天那种感觉更舒服，所以说打字就打字很好，打字一般都有啥问题会用文字。一周有两次视频，不固定吧，还有时间，一般都是晚上下课了8点多到10点时间。有长有短，因为我的手机流量不够，所以说一般都是聊3-5分钟。